神偷，欢喜仙君天老爷，端坐在大堂中间，金堂不怕马上恩威并称回响在耳边，左一句小民有怨，右一句大人明天，不同跪在公堂前，我比众人还冤。欢喜仙两个老爷，端坐在大堂中间，金堂不怕马上轮流当真，一个不清闲，左一句风调雨顺，有一句国泰民安，无人再看苦瓜脸，对得起安帝的脸。黎民百姓听得真切，不过天面无私三清天，谁欺行八十方可作践，我偏不只一只眼闭只眼，实在不怕银子写钱催百年，我做个好县令是那是为官青年，骂出两个县老爷，骂整个县城搞翻天，可是为政少了点和谐，一看顿时傻了眼，你说你 OK， 我说我三绝，一文一武分都偏偏压一三班分开站两边，来人呐，大刑伺候，杀威风都人心胆寒，除非你小子吃了包子，我死你老虎胆试试敢不敢，除了你要去压关，大人大人好事，关系先青天老爷，端坐在大堂中间，多一句清清白白，有一句高风亮节，两袖清风身后不怕被指指点点，欢喜仙君天老爷，端坐在大堂中间，光明正大不偏不倚，双方各打五十板，欢喜仙君天老爷，端坐在大堂中间，明镜高悬可见，我是为官典范，哎呀那么多影子呀，这明明有喜欢的人了，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，怎么就见你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啊？哎，他不承认他喜欢我。嗯，不承认？嗯，那他到底喜不喜欢你啊？大哥，你这话问的你太白痴了吧。你们有谁不喜欢我吗？也是，像你又有才又能武，而且还这样貌美如花，我倒是想看看到底是一个长成什么样的男人能配得上你。嗯，哎，他到底为什么不承认呢？我哪知道呀，我哪知道你们男人脑子天天都在想些什么东西。你不是说他救过你的吗？是啊，你说如果他不喜欢我的话，那他为什么要舍命救我呢？啊，也对啊，这是个问题。嗯，哎，要不这样，你救他一命，你不就知道他为什么会救你了吗？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嘿嘿，而且啊，这感情有时候需要在一些特殊的环境里才容易表达吗？说不定啊，他到时候一感动，就像现在的你一样，他就承认他喜欢你了，对不对？大哥，你真是个情场高手啊。哇，大哥，哪里哪里哪里。那我们用什么方法救他呀？快说呀，快说，快说，快说，先别急，先别急，先别急嘛，先别急啊！让我想一下啊！哎呀，快点说呀！哎，有了，有了！嗯，过来，快！到时候我去找我的兄弟们，狠狠地痛扁他一顿，然后你就半路杀出来，把我兄弟们赶走，再把他给劫走，他就会感激你了。你就要怎么？我不行。你那些手下下手没轻没重的，万一把他弄死了，我还没等嫁出去就变寡妇了，不行。哎呦，你们俩现在还没好上呢，你就这么心疼他了？我怎么从来就没有见过你心疼哥哥我呢？啊？哎呀，哎呀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嘱咐我那些手下，宁可伤了自己，
也不能伤他。你看这样总行了吧？大哥，我就知道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大哥。等一下，会在城里碰见杜公子，到时候我会给你们一个眼色，然后我们就依计行事。放心吧，二当家，下山前大当家已经吩咐过，让我们一定把这件事做好。过了今天，那杜公子就是你的人了。对了，二当家，那个杜公子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，应该是在衙门里工作吧。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他在衙门上班，我们可是贼呀！大惊小怪，真没见过世面。管他做什么的，娶了我以后就是一家人。他那么喜欢我，早晚有一天啊，会为我起名投案的。不会有问题了，走。求求你啦，金凤姐是。两位有事吗？按常理我们应该撞你一下，反咬你一口，说你走路不长眼睛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动手了。但是我们不想那么俗套，直接一点。我不懂你们的意思啊。就是打你一顿喽。啊？为什么呢？我笨蛋，退后。你认为什么理由打你比较合适呢？对啊，你觉得怎么合适呢？我们无所谓的。两位肯定是在跟在下开玩笑。我笑过了，你们满意了吗？不就挨顿打了吗？是呗。你看我们这么坦诚，你要这样那就不太好了吧。是啊，请你配合我们一下好吗？救命啊！曹姑娘。秘密，你是何人？为什么来救他？喂，你背台词的时候看看对戏的人好不好？二当家的呢？不管他了，无论今天是谁，一定要把他们打趴下。喂，你们两个啊，陷害本知县，知不知道该当何罪啊？听到没有？他说他是县令啊。这个小丫头玩大了！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哇！哎呦！这时候还来啊？二当家，你玩真的？玩真的？竟然敢袭击杜公子，还好我及时出现，不要再让我看见你们两个。快滚！
走吧，走走走走。六公子，你没事吧？谢谢，没事，谢谢你来救我一命。哎，曹姑娘！啊！曹姑娘，请留步！六公子，曹姑娘，你听我解释啊！破坏别人感情的第三者会不得好死的。 曹姑娘，请留步。干嘛？我觉得你呢，应该找那位生死与共的姑娘去。哎呀，曹姑娘啊，既然你都愿意出手相救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误会在下呢？误会了吗？我刚才那是路见不平而已。为什么你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呢？停！ 你记性不好吗？我已经相信过你一次了。哎呀，到底我要怎么说才能说清楚呢？你还是什么都不用说好，我劝你呀，还是自求多福吧，千万不要被美色冲昏了头。曹姑娘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还是简单提醒你一句吧，那位姑娘啊，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那两个土匪就是她找来的。啊？嗯？干嘛？你不是气昏了头了吗？你说她？ 他找人劫我，然后他又出手相救，他是不是有病啊？其实啊，你心里想什么我都是清楚的。放心吧，我是不会喜欢他的，因为我喜欢你，我只是喜欢你。哎，不是，曹姑娘，曹姑娘。 曹姑娘，你有没有看到他在哪里呀？哎呀，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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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一大早讲这些东西，扰乱了这里一片祥和的气氛，心情都被你给毁了。哎，哎，喂喂喂，曹姑娘，哎，马上开始了，有需要下注的吗？赶紧的。喂，嗯，你看，嗯。 哎，听明白了没有？开始下注！哎，好好，来，下了，下了，下了啊！好好，你也下啊！来来来来，下注啊！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马岩还能下注吗？可以啊，夹谁？王二彪。夹多少？一二三四五，五十万。就这么点儿？家里就剩这点米钱了，要不我这儿还有二十万。 行了，就这样吧，啊！哎，谢马爷。哎呀喂，你一顾问，哎，你好，这是今日赛程，二位大人过目？哎，不用了，不是，这是我精心安排的，过目吧。你也挺辛苦的啊，这些赛程方面的事情嘛，就留给我们来操心就好了嘛。哎。
太师，太师！哎呀，杜大人，太师！今天呢，人来的特别的多。是啊，哎呀，你们辛苦了。哪里哪里，没有没有，还要麻烦田做我们的救护员。来来来，请上座。哎，请请请请，哎，请。兄弟们，自打半年前以来，你们在这里不辞辛劳的苦练技术，日以继夜的讨论战术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这一天。且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打，不能不打。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扬眉吐气，来一次最最最完美的结，一定要满载而归。你们有信心吗？有。大当家的，我找过了，二当家的确不在寨子里。哎呀，这时间不等人呐。算了，别管他了，还是以老计划行事吧。是。兄弟们，现在我宣布出发。一二三，可以开始了，开始开始。两位大人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擂台比赛啊？容下官去解释一下。好。各位选手，首先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一次的擂台选拔赛，做一个捕头。除了武功了得之外，临场的应变跟在混乱的局势当中做出判断也是非常的重要的。经过我跟麦大人的商议，觉得一般的擂台选拔赛呢只是两两比较，并不能够满足这次招募的要求。所以唯有经过与旁人的竞争得胜，同时还必须呢经过这里的这些关卡的重重考验，才最后有机会成为捕头。请大家抬头看一下，大家有没有看到那块金色的令牌？谁可以拿到这块金色的令牌，谁就可以成为欢喜县县衙的捕头。好，多谢大家。两位大人真是心思敏捷，考虑周到啊。太师，那不如开始吧。好啊，开始吧。啊，我去准备一下。钱。哎呀，各位选手，就算当不了主簿，
也可以当杂役的吗？就算当不了捕头，也可以来当捕快吗？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干这个呢就是吃皇粮，然后享受朝廷的俸禄。有需要的呢可以联系我，一职一将，价格面议，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。哎，你们不要吵，不要闹，不要吵，不要闹，不要闹，别吵，别，哎呦，别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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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闹，好，别闹，别闹，好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好，你怎么办？这赌局不是废了吗？你这招也太损了，真是，什么玩意儿啊！只能开一个，赌最后谁赢的盘。那可要少赚好多啊！总比不赚强啊！哎，所有钱都买雷神吧。哎，雷神呢？没走丢吧？哎，爷，您放心，这我早就准备好了。您看，什么玩意儿？行啊，你干得漂亮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傻子，哎不，年轻人，哎呀，我可待你不薄啊，今天全靠你了。呆子，准备上台啊，那儿。你给解开呀、傻子！啊，来，给你解开，去去去！你这傻子！哎，咱们现在重新开一盘赌局，看最后的赢家是谁，懂不懂？懂不懂？下注，下注，下注，下注！快来，给钱，给钱！当归，还有你们几个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！今天啊，我的生意肯定会特别好。哦，哎，就算当不上主簿，也可以来当杂役的吗？当不了捕头，也可以来当捕快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吃皇粮的，享受朝廷俸禄。哎，有需要的呢。都是尼坤的人，还飞那么多口舌干什么？别说了，我价格面议啊！大人，啊，那麦大人在那唠唠叨叨干嘛呀？哦，行行行，我马上叫他开始啊。你们可以联系我。开始了。哦，开了开了开了，记得联系我。各位准备。准备，准备，准哎呀，小伤啊，等一下啊。
好，继续去吧。哦，下一个。你看，厉害你个头啊！曹姑娘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你来过！哇，你看呀，哇呀！好！干什么？中场休息。中场休息。喂，你不是尿急吗？没有啊。你是尿急的。我干什么？我不急。是裴霞。干嘛啊？干嘛啊？哎呀，出事啦！本以为呢，设一乱局呢，就能破坏倪坤的计划的嘛，谁想到他的手下那么厉害呀、啊？照这样下去，真的会被他得逞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说想要我出马？我出马肯定赢了。哎呀，快点去把曹姑娘找过来。喂，为什么一定要我去找曹姑娘呢？因为今天我是县令，我要留下来主持大局的。为什么要我去？因为今天我是县令。哎呦，好了。再有啊，因为今天我是。哎、好了。是。这镇上的老百姓都跑哪儿去了？就是去哪儿了？是啊，啊，不见了，不知道。帮我签个名吧。闭嘴！你还记得干爹说的话吗？谢谢。大当家的，我们都搜遍了，这里连一个活人都没有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什么呀？
兹定于本月十五日于县衙举行招募。捕头擂台赛。捕头擂台赛欢迎全县百姓踊跃参与参观学习。今天是几号？十五号。那可不就是今天吗？哼，原来这老百姓都去看擂台赛了。好机会，大当家的，咱们趁着没人的时候动手，就能轻轻松松的满载而归呀。我动你个头啊，动没人这能叫打劫吗？这算是偷。我们做山匪的能做这么丢脸的事情吗？那怎么办？这样吧，这里留守几个人，其余的人跟我去城外守着，到时候等百姓一回来，你们就过来通知。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打一次完美的劫。让我去找曹姑娘。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？还不去呢。我随便逛一会儿就算喽。喂，打擂赛结束了吗？听你们口音不像本地人。关你屁事，问你呢，打擂结束没有？观众是不是都回来了？喂，说话方尊重点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啊，我是本县的县令。县令就是一个县令，二当家的意中人，我无法接受。二当家真是瞎了眼了。就是啊，就是啊，咱们聊吧。这一定有什么阴谋迷糊了二当家，害得我们兄弟伤得那么重。哎，走了。站住。干嘛去啊？听到我是谁怕了吧？县令干嘛打我？打的就是你。喂，我是县令啊。知道你是哪个县令？哎呀，你们有没有认错人呢？认错？我真的是县令啊。打的就是你。我会如来神掌的。如来神掌。如来神掌。像佛就会什么如来神掌，我看你就是个厨子。对吧，站住。杜大人，什么时候开始啊？不急不急，先来喝口茶吧。都休息很久了，天太师在休息，口水都流出来了，影响不好吧？看来乡亲们都很热情高涨啊。看来他们都很想知道这欢喜县里是谁当捕头啊。对。都安排好了。都安排好了，放心，最后当上捕头的人绝对是我们的人。好，太棒，大好，非常之好。到时候整个欢喜县衙都是我的人，看我怎么收拾他们。杜大人啊，这个比赛的胜负怎么分呢？是不是块头大的就赢了？不会啊，但是您看上面啊，谁能拿到那块金色的令牌呢，谁就能当上捕头了啊。
别跑！站住！老大，你看，什么情况？去看看。走吧，走，走。喂，他是谁？二当家吩咐不让我们随便说。哦，大当家的，就是看他不顺眼。不顺眼？我这个怎么会？你看看，牙，果然很不顺眼。哎呦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还敢顶嘴？还敢指我？哎，大当家的，别打出人命，我们还有正事要办呢。也对，正事要紧。这一次算你走运，如果下一次再让我看到你，我绝不饶你。好了，开工！走，走，好的，走。被韦欧又挨了那么重一拳，还没有倒下，证明我的功力又进步了不少。不过还是有点痛，找个地方歇一会儿。比赛开始。怎么老百姓到现在都还没回来啊？大当家的，人确实没有回来啊。太让我失望了，我等到花儿都谢了。哎，大当家的，要不我们等到春天再来吧。治你个头啊，春。看来也就只能这样了。哎呀。喂，一个个都怎么了？都垂头丧气的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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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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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太师，太师，太师，违规啊！太师，你这杜大人拟定的规矩，这他半路杀出来也能当捕头吗？台上那位姑娘，你来打擂台还没报上名来哦。民女张小雅。张小雅，好一个张小雅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啊，爹，曹大叔，他是我们的人吗？好像不是。啊，大叔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啊，姐，治好了吗？当然。啊，去！咦，看看你，没按时吃药吧？不能放弃治疗的呀！你这个小姑娘，真是没大没小。算了，我也不跟你一般见识，现在有多远你给我滚多远，省得到时候你受伤了。大叔，我看你不只是感冒了，你还健忘。哦，不会得了老年痴呆吧？难道你忘了我上次把你修理得有多惨了吗？嗯，该劝的我已经都劝了，现在开始有什么后果都是你自己找的。你曹大叔的拳脚真是可以啊。雨雪。
只是一次。